婚姻生活稳定富足，沟通交流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强调物质安全感，情绪也受到物质的影响，开始存钱，并因为金钱导致爱情有压力。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你带来了财运，但可能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和理解。太阳、月亮、木星形成了土象大三角，情绪受到物质安全感的影响。今天整体经济相对稳定，物质生活也相对稳定与和谐。水星三分木星，六分凯龙，沟通的时候会用包容和慈悲的态度，并通过语言来疗愈他人，并藉此获得他人的尊重。金星与天王星的三分相则会带来在人际互动中具有独特的魅力，火星与海王的三分相则会让人为了理想而奋斗，同时也让人具有勇气和浪漫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